随着董洁、王大治、海南基吻视频曝光后，网上各方都把矛头指向了在各自婚姻中不忠的两人。董洁和王大治成为千夫所指，董洁一直以来的纯情女神形象也跌至谷底，王大治也被冠上有脚踩两只船的嫌疑。而内地作词人吴向飞作为王大治妻子带路的发小，更是在微博直接指出王大治玩婚外恋混蛋。同时也有媒体爆料称，王大治与妻子带路2010年结婚后仅一个月就闪离了，到底哪个说法才是真实情况？为此，近日有媒体特意前往带路的工作所在地陕西省歌舞剧团了解情况。据歌舞团工作人员透露，王大治与带路半个月前还曾一起出现在剧团门口。根据时间推算，王大治在与董洁海口密会之后，还与妻子大大方方地出现在工作单位附近，并且王大治在西安的家与带路工作的地方相距不到300米，因此街上同事对于这对恋人都比较熟悉。据悉，两人恋爱时间已经超过10多年。对于离婚一说，歌剧院工作人员更表示不像真的，称两人的关系十分亲密要好。而小区保安也称带路在春节前来看望过婆婆。据带路西安的朋友透露，身为女强人的带路在基吻视频曝光后并未向任何人抱怨，情绪上也未受影响。